覺得波萊嗰陣時喺即係咁多年，佢係曾經好風光，或者係做過好多嘢。咁我就諗起有個藝術家叫 Andy Warhol 啦，咁佢哋好中意影一啲 portrait。我覺得嗰集 portrait 嘅波萊好代表到每一個藝人或者藝演藝嘅明星、歌手、創作人、畫家，佢哋嘅代表佢哋嘅一個好似一個身份咁。咁我覺得就算係咁簡單，嗰個人已經 represent 嗰件事，咁其他嘅嘢都唔係咁重要。咁我又覺得不如即係乾淨簡單到就 represent 一個人就代表一個佢自己咁。咁我就儲埋咗一扎波萊，咁之後臨尾就哇係咪都買咗一扎？咁我就一路儲咗十年八年嗰啲波萊，咁我今次就攞翻出嚟。我真我係都幾直接嘅。咁你不如首先將自己打開，我係咁嘅，你又點啊？讓自己快樂。That's me。咁我哋嘅溝通個橋梁就會大啲啦。我諗我係一個冇乜修飾嘅，俾人感覺我好勤力嘅人。真正嘅我自己都，而其實我係好懶嘅，都幾癲嘅。咁啊。同埋冇乜腦筋嘅，想講乜就講乜噶啦。You know, something about myself is 我嘅 true self， 我依然發掘緊。所以反而唔係好 care 個世界，唔好太過理會人哋去點樣去講你自己咯。I'm a pretty boring person。聽自己的心想要做一些什麼而去跟著他去做，我開心的時候就很開心，用真心去表達自己，真心舒服地去對待每一個人，在一個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裡面生活，我覺得就是可以將自己一個真我可以是活出來了。思覺失調的患者在患病的過程當中經常會面臨不同的壓力，而且香港社會依然對他們的標籤和歧視非常嚴重。我們希望社會大眾可以用愛去接納和包容患者，令到他們可以過一些正常的生活。要愛別人先要愛自己，愛和尊重就是患者的最佳靈藥。2015 XOXO 愛自己閱歷，活出真我，照亮他人，請支持思覺基金。有关思觉失调的详情、各种相关资料和求助途径，请浏览 www.episode.org。